大家好呀，我是顾博言。众所周知，我是在一区段的航母区，但有些 A 级战法是真的牛，竟然在一些顶配队伍中还能出现。我这都14个赛季了，真的是常青树。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那些依然活跃在战场上的王者级 A 类战法，排名已分先后。最强王者，这里大部分呢是一些低配版的降配版的技能，比如说进化，它呢就是低配版的草船，错置怒袭，低配版的谋威，白眉，低配版的太平，无双王者，这些技能都是在一些非主力的队伍，或者说在分层出一些打野的队伍中会出现的技能，比如说坐守孤城，听勇飞燕，弯弓引雨，荣耀王者，这些技能就牛逼了，经常是在一些主流队伍里的常客，比如说整装待发，这是一个稳定的指挥型加血技能，仅次于刮骨和阴沉御敌屏障，同样仅次于军民跟暂避的减伤技能。但是大部分普通的小伙伴他是没有军民的，毕竟军民要用刘备去换，所以御敌屏障是他们不可替代的减伤技能。避实击虚，破甲流甘宁的核心技能，配合破军弯弓引雨，那一发打个五六千是很常见的事情。最后是落凤和重兵劫掠，这个基本上是群攻 SP 袁绍会带的一个比较主流的核心技能。落凤不用多说，媲美 S 级的伤害，一发入魂，重兵劫掠 100% 晕人，群攻使用下更可晕别人两回合。所以还有哪些 A 类战法比较强呢？小伙伴可以留言哦。